另外，玉里镇三名李下雪芒果果园从年初开始，因为降雨过多，果园结果率不到一成，就连现在应该是西瓜的盛产季，但是玉里镇黑女婿西瓜以及阿强西瓜果园近期也都出现减产的情形。20号由县政府农业处、农粮署东区分署以及农改场共同现刊。勘察瓜果的生长情况，并判定是否是因为气候因素影响而造成减产以及损害。望眼过去，西瓜园原有的绿油油嫩草都变成枯草一片，西瓜都长不大，甚至大一点的西瓜也都破掉了。这里是玉里三明地区的西瓜园，也是知名的黑女婿西瓜园区。农民跳出来摇头说，这些都生病了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惨况。之后如果有问题，就我们农民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一下子湿湿的下雨，一下子就是大阳出就没有多久了，一直下雨一直下雨，那西瓜就是会怕下雨跟那个气候不稳定，就西瓜就很惨了。以前就是没有这样，没有遇到这样，有气候的关系，可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像今年。五月份应该是西瓜的盛产季，但是玉里镇黑女婿西瓜以及阿强西瓜果园近期也都出现减产的情形。20号由县府的农业处、农粮署东区分署以及农业改良场共同现场勘察瓜果的生长情形，并判定是否因为气候影响而造成减产以及损害。那我们收到第一时间通知之后，我们有请农改场还有农粮署的人一起来下来会勘。那今天会多看几个点，然后主要是要做全面的勘察，然后会再做一个讨论跟认定，去做看会不会达到一个救助的标准。不止西瓜受到波及，就连下雪芒果也遭殃。这次的会勘统整资料后，会再做后续讨论。而江工程表示，在多方专业意见的交流以及会诊下，希望能够为农友带来最妥善的因应方式，维护农民的权益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